你是见一面呗，反正你今天也化妆了。妈，女孩的人际关系可以分为三种，可以不化妆见的，要化了妆才能见的，化了妆也不想见的，她就属于最后一种。我下回可时尚了，平时穿的可潮了。我有风湿病，看不得那么潮的东西。你岁数也不小了，抓点紧吧。妈，姜子牙72岁才下山娶妻，白素贞1000岁才谈恋爱，魔照我们几。哦，你看你照片了，说你长得好看，他很喜欢。他长啥样？不能儿媳妇爱看型的，刚开始看觉得不习惯，看久了就能忍下来。就是丑呗。哦，这男孩好，这男孩主动。太主动的肯定是个渣男，不能要。那这个老师不主动。不主动的直男肩膀，那也不能靠。上回那个吃饭不唠的挺好吗？怎么就黄了呢？妈，你知道吗？他不吃香菜，我得离这种人远一点。他都可以不吃香菜了，总有一天会连我也不要了。就多唠几个呗，当朋友先聊着。不知道那些当海王的人是怎么聊得过来。我一天回超过3个人的消息，就会很难受，感觉自己像个客服。那你就可一个聊。上次那姓王的小男孩，我看就不错，一点不幽默。他说他叫含笑，我说我叫半步癫，他就不理我了。那旅游一家的行，虽然可幽默了，人家早有对象了，对象长可好看了。妈，你发现没？如果一个男生幽默，那他的女朋友就会很好看；但如果一个女生幽默，他就会没有男朋友。唱了最棒的最亮的最发光的，忍不住你发芽。你没事就不能起来活动活动？你看哪个唱歌成天能在沙发上躺着？又不挣走秀的钱，干嘛吃超模的苦？那多少花了还是冰淇淋？胖吗？我现在就是胖着玩玩。看你玩着玩着有点玩嗨了。再说冰淇淋正凉，哪来的热量？你今天吃啥啥不行，干啥啥不行。我差啥呀？我什么不行？长得不行，身材不行，经济实力也不行，穿的不行，扮的不行，聊天方面也不行。那我总有行的一面吧？是，吃饭行，睡觉行，白人亲你都行，还要狡辩你也行，挣钱不行，再花钱行。满嘴顺口溜，妈你要考研呢？赶紧出去把鸡蛋给我捡回来。Later。大事是我的。我爱的大张伟音乐会，你和我爸跳广场舞呢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和你爸在蹦迪？蹦迪真是文学史闭眼，秀了我一脸。不过你俩这迪蹦多少有点不好看。不好看怎么了？运动是我小时候四种快乐，你懂不懂？行，你们尽情享乐吧，我不是那贪图享乐的人。你比谁都看不起的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怎么身在福中不知福了？成绩都在发福中了，自己还假装不知道呢。你妈怼你，你老太太行脾气，总拿把枪。你往床头撸那么多书干啥？你看呐！哎妈，你不懂，人都说没事就要多读书，这样才会有深度。就你还有深度，有深度睡眠吧。你买那么多肥子在这干啥？给你爸穿多显大？哎妈，你不懂，这叫 oversize 风。哼，人家穿是 oversize， 你穿是 oversize max。我知道了，以后我就对外宣称我35岁160斤，然后他们看见我就会说，怎么可能，你这么瘦这么年轻。就怕别人说不止吧。哎，最近老是睡不着，我都有点失眠了。你失眠多正常啊，你一没吃二没房三没存款四没对象，你那睡着都怪了。妈，下次我拍你的时候你能演得温柔点不？那未来女婿都让你给吓跑了。我演不出来。那让你怼我的时候怎么就能演那么好呢？我不是演的，我是真烦你。妈，你说同样都是妈宝，为什么妈宝女就是褒义词，妈宝男就是贬义词呢？妈宝女士，我妈很好，所以我要对我妈好。妈宝男士，我妈养我不容易，所以你要对我妈好。还有妈宝男他妈是怎么想的呢？跟儿媳妇吃醋，我儿子必须跟我最好。妈宝女他妈是希望女婿对自己女儿好，只要你对我姑娘好，那我对你比对我姑娘还好。看我50岁的老妈和她的四人教练，是吧？辣吗？哦，好辣哦，妈妈。那你比你强，受伤从未停止，运动从未开始，腰间的赘肉咔咔掉，一切马甲线我想要，我不行了，老妈太累了，这歌都会唱了，手脚还是跟不上趟了。他们说李佳琦和刘畊宏在一起就是谋财害命组合，不是吗？一个1、2、3，上来一个3、2、1，动起来！没有钱，没有命。